对啊，平常你若甲保持哦，拢卖落落下来吼，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一点，对吧？啊，无你若平日老关心人家讲吼，我今仔就是土石流咧，哈哈哈哈哈，不，你老落来啊，哎，我都较老关心下咧哈。OK， 大家到前一次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客气，今天客人很多，因为咱今日哦，你若会场内底，咱今日也是讲哦，真正把咱摆到非常的漂亮，对吧？中间来一个那个什么，老师你讲一条就是啥？那个。星光大道，红地毯啦，红地毯。哦，你也讲对伊偌好，你话。哦，这小姐都去台下的时阵哦，可以在那边走秀啦。哦，比如在了金庸走去了唱歌跳舞以外，嘛说金庸就走去了无同款的这表演，是不是安尼？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哈。大家把所有来宾大家问问好，请请安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啊，大家好，祝大家大家年旺财旺，家庭幸福过美满，年旺财旺，年财两旺，年顺财顺，大家都来顺，谢谢。好，感谢咱的小姐哈，来这找你来比较，较唔捌来吼，啊，对人家较无熟悉。我见吼，这个来电再较常来哩吼，较常来，人家就对咱较熟悉，人工吼，啊，感情就较好，好不好？那为着要感情大家好，就我穿较少领就是好，唔出热啊吼。人家穿少济领，大家朋友咧看你嘛，感觉一直热起来啊，啊，热就自然会流汗对无？啊，老歌自然就迄个心情会较暴躁，你知无？这就是一种哦，人个凉爽啊，凉爽的感觉。好，来好，今年有头换，咱就来换一个。好，再来什么歌曲呢？爱是大家，爱是大家。好，来祝福大家，献给大家，希望每个大家，谢谢你，爱是大家。漂亮哦！
谢谢大家，哦哟，感谢你哦，每一首歌曲拢总共拍无啊哈，谢谢你，无先甲你收起来，大家让天天快乐大发财，谢谢阿祖，今仔做袂晓做人诶吼，阿婆先一直吹过来，啊你伫倒伊倒退路，我你嘛进前一个，小可迎合一下，哎老，那个婆先一直吹来，咱就讲，哎呦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红包，高小姐赞助哈，谢谢你，感谢阿你大发财哈，谢谢你，袂歹啦，我讲人诶，人要甲祖囡仔颁奖吼，这每个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伊感觉这我看了介意，然后歌我听着也喜欢，所以主动诶，这个就会掏起来。掏起，钞票掏起，掏出来了哈！谢谢你，非常感谢哈！啊，大家好嘛，欢迎咱的哦，这咱除了南区啊，葡萄园每一年呢，但是南市都会使讲是真济哈！啊，嘛特别感谢咱来自南投哈，南投呢，这好朋友哈，当年拢有来到咱南区葡萄园来参拜咱的葡萄公会啊，弟兄哈，所以咱特别欢迎拍鼓欢迎来自南投所有朋友来耶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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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这块，阿良因朋友啊，哎，我是过南投应该对啦。中情哦，毛有我是讲有人带草屯，有人带保卫啊，吼、哦，对嘛吼，我是应该讲草屯也是对的啦，吼、哦。来欢迎哦，南投好朋友哦，欢迎大家阿吃饱哦，嘿，谢谢你来当然，子小姐继续哈、哦，好，来欢迎咱内湾一年当天哦，咱这个七月时阵哦，咱南投报道会上楼的，上楼的，所以讲哦，咱来自啊、这个。全省各地吼，全国各地吼，全世界各地拢总有人，是南信徒拢会转来甲咱拜拜，甲咱普渡公家伙弟公来甲伊祝寿吼，而且真欢喜感恩啦。来，啊，即马小姐过来甲安排这首歌曲，爱的脚步声。好，今早第一歌曲做爱的脚步声，做过来甲伊收听吼。谢谢我们漂亮的小雪、小贤，龙招英语。收听嘛是希望每一首歌曲吼，会当陪咱朋友大家快乐轻松以外吼，大家拢会当爱听，非常感恩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节目继续啊，咱再来邀请介绍介绍囡仔吼，啊，第一个相当的赞吼，这个身高非常棒啊，然后体态嘛真水吼。来，第一首歌曲要甲朋友带来一首《赢你哦》，一首好听的第二歌曲，安排介绍佩玲妹妹会来唱一首歌，好朋友作为来家欣赏收听《赢你哦》，谢谢。OK， 压力哟，我想你说，谢谢。压力哟，压力哟，压力哟，你看你们那个，我再弄两个。嘿，哟，虽然想你想困难，已经不复有力量。虽然想你想爱。
虽然南姑我都会使讲是真无简单啦，对啊。因为今天晚上大家怎么这么……我从来时阵我看摄影机才坐，我说咱是咧开记者会，你知道？啊，你小可惊着安尼哦。开记者会，我小小有点吓一跳，你知道？哦，你来赶场，我南姑报道会。哦，对对。哦，这么多摄影机在这边哦。哎呀，我多听诶好朋友讲说哈，诶现场哈，除了有咱周围好朋友跟南岛来这好朋友帅哥美女之外哈，哎，啊，搁有诶有日本的朋友，对，有日本。朋友吼，伊在讲吼，咱好妹来到七月时阵，咱南埔普渡会，哎，啊，你讲对咩？阿弥陀，阿弥陀，我讲一句咧，阿一句就冲变天啦，因为我在台语日本的人过吼，我用台语规个一直在讲，结果唔是食袂，系啊，啊，所以你用台语自己在讲好话者啦。谢谢阿弥陀。我就讲话，还是过年咩？讲这个啊，对，我用自己日本话讲广告话，对吧？没，哎，你这就是谢谢啊。哦，对，谢谢意思嘛。我讲哦，除了吼，日本比我听日本歌，哦，爱听老歌。嗯。那普通歌我也提供嘛是同款哈。对。啊，伊嘛真爱听老歌，是啊，甲日本歌哈。所以咱严尽量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唔知影无特别安排吼，会邀请日本歌的吼，甲咱唱一下咧吼。我今日嘛欢迎日本的朋友啦，讲咱来咱可不可以促进咱的这个观光？对啊，变国际化啊。真正国际化的吼，所以讲吼，拢来咱好尾，今仔要带一个月吼，真侪真侪外国人，啊，直接欢迎伊啦。虽然咱讲的袂标，我恁朋友做带，带朋友带来，恁慢慢慢甲你翻译，好吧？对对，你甲讲起来。我这侪讲的英语，我可能一个人无落英语啊。你看，迄个日语甲英语拢出来啊。哎呀呀呀！哎，我讲日语，你敢那小看下吼？小看，不过做广告讲嘛是真实的啊。对啦对啦，基本拢去过年吼，啊是讲过。我上简单的是啥物？